哟。嗯，哎呦，这个时候哈，我们家哪有什么好消息啦？我告诉你，大姐可以不用去日本喽。什么？难道鸳鸯还是你妈后悔呀？啊，都不是，是水羊跟劳力叔叔想出来的妙计。什么妙计呀？划算。吃完就早点睡了，明天还要去朱家等依依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保持点精神跟体力啊！明天一早穿着这个名牌西装，神采奕奕的跟依依求婚，哈！我抱着你迷他，除了点头之外，其他话答不出来的啦。明天依依是回来拿行李的，你们有没有搞错、啊？非得弄成这样子？我这次可真的是真金八百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儿子也算是英英帮我找回来。如果你这次不能把英英挽留下来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你自己看着办啊。哎，老爸。说啊，明天大姐看到这些东西会不会很高兴？嘿，她肯定没想到我会用这一招。嗯，啊，六开药，你们跟她说定了没？劳力叔叔跟水羊哥啊，会帮我们搞定她的。哦，哎，啊，整个晚上我没有看到你妈哎。哦，妈妈一直在大姐房间等她了。哦，我操，我想睡觉。哎，不准睡！你不怕明天睡过头啊？闹钟啊！哎呦，你们放心啦，去睡吧，阿嬷会叫你们的。今天就要走了，妈他们大概都不想看到我吧，我还是偷偷进去拿行李算了，免得见了面大家都难受。
去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，送给你带在身上，祝你一路平安。大姐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纪念册，里面有我们三个人从小到大的合照，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准忘记我们哦。莹莹啊，你过来，来来吃一点哦，甜糖啊，一大早阿妈起来煮的呢，以后让你哦哎，当然的还书如意，快乐来嘿。我没有想到你们大家会那么用心的替我送行，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你们，也很舍不得离开这个家，我会想念你们的。我跟英英之间并不需要这些东西。
一头的在做红红啊啦，未倒转来啊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吃饭吧。不习惯也得习惯。妈，我吃不下。我也吃不下。少来一个人哦，真的差那么多。常常对你这么凶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们两个人以后永远永远都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大姐走了以后，就剩下你跟我啦，我们大家相亲相爱啊。我好想大姐哦，睡都睡不着哎。我也是，大姐在的时候，从来没觉得她那么好，那么重要。唉。真希望我们三姐妹啊，能像以前一样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一起聊天打屁到天亮。不知道大姐现在做什么呀？大姐，朱永刚。我可能很难原谅你曾经这样欺骗我背叛我，可是回想起来，我还是真是应该感激你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会有茵茵这么一个又贴心又乖巧的女儿？尽管她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她真的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、最骄傲的母亲。茵茵，不管你到哪儿，妈妈都会永远祝福你。关系啦，回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，妈妈。大姐回来了，大姐。哎，吃这么多蛋，等一下就变成笨蛋了啦。你们知道吗？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吃早餐，一起笑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一辈子可以当阿妈的孙女，阿妈的女儿。粉粉，嫩嫩的大姐，傻丫头，你本来就是啊，永远都是。我现在终于明白啊，秀兰妈妈为什么让我留在这里？因为一个有爱的地方，才是一个人永远的家。哎，妈，我们可以去那个什么那个啦？我知道。是啊，我们家碰到伤心难过的事以后，妈妈就会带我们去。
起，郊游旅行，振奋精神。好嘞。哎，快点了，再不出发晚上上那个阿里山那个路啊不好开啊。花都不要了，那多浪费啊！临走的时候交代过，把这些花送给警察局、医院、学校，让大家都能分享好心情啊！好，免费送花，顺便开发新客户，一定会做生意哦。好的，英这次没有跟他生母回日本，决定留下来。可是我看你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感动、高兴的流过一滴眼泪啊！这完全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嘛！你想想看，依依跟猪妈妈还有粉粉嫩嫩他们的感情，岂是说分就能分的？我相信，依依要是到了日本，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切，马后炮！不知道是谁在依依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还愁眉苦脸的一整晚睡不着觉、哦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过去的事啊，就别要再提了。浩子，我想找份工作。啊？你想找工作，不摆地摊了？自由自在是很好，可是没有安全感。哎呦，你这个两天捕鱼八天晒网的人，也会缺乏安全感？我不是说我啦，我是说阿嬷，还有我的粉粉。哦。原来你是受到那个罗嘉熙的刺激，所以现在想在猪妈妈还有阿妈面前做个有为的好青年，是没错的。不过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次英英的生母出现，我看到猪妈妈他们一家人那种分不开的亲情，真是让我感动。你也知道我从退伍之后就一个人在台北飘荡了那么多年，每次只要去粉粉他家。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那么的温暖。如果真的当是一家人啊，就不应该让他们操心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我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一家人。阿嬷跟猪妈妈要是知道你肯这样规规矩矩的找工作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、啊。就是嘛，嘿嘿。上次啊，因为你失业被阿嬷骂跟猪头一样，我可不想沦落到你这种下场啊。嘿嘿嘿。浩子，好啦，我知道啦。你这个专门去摆路边摊的 LBT King 啊，
你这样冒冒失失去找工作，到时候谁比较惨还不知道呢，还不知道。找工作啊，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闯乱撞，应该找一个符合自己专长还有兴趣。我的兴趣是绑美眉泡马仔，专长我除了摆地摊之外就没什么了不起的能耐。好运啊，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来，你看看我们嘞，我看是你一直在看人家吧，你这个老毛病怎么都不改啊？我现在有本本，我不想再招蜂引蝶了。等一下，你就是那个拍日本名牌服装目录的，对不对？我想你认错人了。我的眼睛很尖，看过绝不会忘，一定是你，错不了。小姐你好眼力啊，那一本目录我也有拍，想要签名字。没带大头贴好不好？大头贴。你好，我是吴珊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大宇国际演艺经纪公司，你是新探啊？差不多，我是经纪人，专门发掘有潜力的新人。你那组照片拍得很出色，让人印象深刻，所以刚刚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不知道你对演艺工作有没有兴趣？很抱歉，没有兴趣。哎呦，耗子，你刚不是说好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现在送上门了，你可不要把他推出去啊！我真的没有兴趣，吴小姐，可能你要另请高明了。我们有事，再见。如果你改变主意，请随时跟我联络。周小姐。那家伙没兴趣啊，我有兴趣。我叫冯水杨，水性杨花的水杨啊。还有我的电话记啊，0932057，最后三个字是641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呢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找到新工作了。找到新工作，那怎么摆地摊了？摆地摊是晚上的职业呀，我决定做一个朝九晚五、规规矩矩的上班族。阿妈，猪妈妈，我知道你们以前是对我不放心，但是为了本本。以后我会努力的工作，让你们以后对我完全的放心。你
只山狗的吼，哎，乌干那底导游嘞，哈，想不到吼，你后尾的心哦，要改邪归正哦。妈，人家从来也没坏过嘛，他现在这么上进呐，这是好事。沈阳，恭喜你哦。沈阳，你为了上班，我好感动哦。你找到什么工作啊？你们大家猜，大家猜，完全一个符合我专长的工作。想不出来了。一，想不到。怎么了？阿妈！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是这么没专长的人。哎呀，不会啦，你很会甜言蜜语啊。对吼，沈阳哥有个三寸不烂之舌，死都被你说成活的。对，他现在呢找到这个工作就跟他的嘴巴脱不了关系。该不是0204？找到这个工作就跟他的嘴巴脱不了关系。该不是0204？啊 ！No， 其实是一个市场调查员。比如说厂商有什么新的产品，他就在街上呢询问很多人的意见，以提供做厂商呢一个参考用的。是这样子的。听无啦。哎。啊，薪水有多少啊？多不多啊？论件计酬啊，我做的越多就领的越多啊。哦，啊，那做越少哦，啊，领的越少啦，啊，你无保障啦。阿妈，算了，没有说，没有说哈。我也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啦，我在庙里哈，啊，抽了一株哈，这个哈上上大吉的签哦。说，我有好运来了啦，又发财啦！妈，抽签呐，只能当作参考，做不得准的。那个庙吼，嘿，有嘿喏，足旺的呢，啊，佫真灵哦，吼，足有名的了。哎呦，阿妈，你一路上说人签说不够板啊！哎，阿姨说，你今天准备什么好吃的给我们呢？我想要吃牛排，我要吃东西粉。那我要吃咖喱鸡。哎呦，放心了，你们要的东西呢，老李叔叔全部都没有准备。但是我今天以一个非常前卫的法式料理方法，做了一大锅的阿拉米索。阿拉米索，今天晚上我可以跟你一起睡。当然可以啊，粉粉在那边都睡了。嗯，那两只小猪啊，一看到床打下去就呼呼大睡了。这两个丫头啊，这两天真的是玩疯了。这一天真的玩得很开心。妈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早上我们在阿里山上看日出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注意到了，你看那日出很久都没有说话哦。对啊，日出真的很美哎。当他从云层里面洒出第一道光芒的时候，我真的好想哭哦，因为那让我想到了秀兰妈妈。生命真的很奇妙哦，你看，秀兰妈妈生了我，可是我却在你的保护之下长大了。我很高兴有你，还有粉粉嫩嫩两个那么棒的妹妹。如果秀兰妈妈是早晨你的第一道阳光的话，那你。就是洒在身上，让他觉得好温暖、好温暖的太阳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没有把你当成是别人的孩子，我到现在还觉得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。我懂，我也是这么觉得啊。我也觉得你才是我真正的妈。妈，你答应我。你要很长寿，你要活很久很久很久，
因为我要我自己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当一个有妈的孩子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我一定活得很老很老很老，让你永远做一个有妈的孩子。天公伯啊，你都保庇，保庇阮一家哦，大事平安嘿！我希望讲哦，这个幸福永远永远都安尼支持落去嘿。永刚啊，你开始哦，对面路哦，真袂得过。这间厝哦，应该是爱好面路啦。也唔过吼，但我吼存啊这存款啦，要给你三个姊妹分哦，一个人嘛分无偌济。假使讲莹莹若是继续甲罗凯斗阵，阿芬伦若是去甲水阳斗阵哦，因应该都爱家己有厝才对。哎呦，啊，遐尼济钱哦，我是要去地铁啦。因的生活，我是要来去保障因的。我老啊，我无法度当看到因哦，过着好的日子。万一的，有一天哦，我目睭若揢落去，我要哪会放心的着？几天了不在家，哎，信箱里面哦塞着哦好多信呢。妈，我炉上炖了红烧肉，你帮我注意一下。好，我去上班了啊。好，妈再见。再见。你哪，你也这么早就要去花店了？对呀，我好几天没有去上班了，我想赶快去赚钱了。妈，我跟你讲了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有我的信呢，有我的信呢，你看你看你。阿妈，这种信不是那种广告信，不然就是那种垃圾信件，不用看的啦。好，拜拜。垃圾信啊，嘿，看不起我呢？林振伟哦，没有人写信给我。嗯，这是啥？嗯，嘿，恭喜你幸运，刮刮乐，好，嘿嘿，我就吼，甲你刮甲吼，你啊爽快快啦哈，好，刮刮乐。我看看你刮什么？哎呦，地公伯啊，你得给我保庇哦！我哦，袂贪心啦哈！我哦，刚才钓到一台吼，迄落洗衫机头啊！洗衫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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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衫机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个人的60万啦！哎呦，60万啦！哇哇，我中！哇塞，帅帅帅！金城武不过就这样子而已嘛，啊！只是我这一辈子头一次穿得这么正经八百，我要认认真真当个上班族。嘿，瞧你讲话好像黄花大闺女上花轿一样，朝九晚五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。你如果能够做完一个月，我就佩服你。哎呦喂，穿成这哎，你贵姓啊？我小弟姓侯。难得看你穿这个西装，这好像谁呀？像未来的大总裁、大老板的表妹的姑妈的干妹妹的司机。老师傅，人家今天第一天走马上任，你不帮我加油打气就算了，还叫我冷血。哎喂，我就是来给你打气的。老林叔叔特别送一条领带给你。谢谢你，老林叔。哎，你来的刚好。
你做我头一个市场调查访问对象吧。来来来来，请问你平均几天洗一次头啊？有没有固定用某一个厂牌洗发精的习惯？有没有头皮屑啊？我不用浪费口水，我这是假发来的。有，来啦，我帮你填完之后呢，你收工回来呢，我再给你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是从你们信箱拿上来的。看看有没有新录取工作那个消息。哦，好好。漂亮哦。没有哎。哎，这什么？立即参阅大奖等着您。什么刮刮乐？啊？那这个什么刮刮乐？哎，别骗人了，我这个礼拜已经收到三封了。哎，我也有收到哎。这个还说什么从电脑里100万人之中挑一个？哎，全台湾只有20名哎。哎呦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人家会白白把钱送给你。哎，骗人的，骗人的！这种骗人的东西啊，还到处乱寄，真是缺德。香港环球公司吗？啊，是这样啦。啊，我收到你们的那个哦刮刮乐啦。啊，我已经哦刮到哦60万呢。啊，是真的哦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你哦。什么？要先交哦，15%的税金哦，那么高哦，哎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啊，哈，啊，不交也不行哦，就要去地管哦，哎呦，啊，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啊，我明天哦，我就把钱哦寄给你们就好了。哎，我在想哦，小杨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一定很好笑，真不敢想象他居然要去上班嘞。水杨说他们那个公司啊现在还有欠人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试试看。可是做市场调查这个工作适合水杨，他未必适合你啊。可是我也不能老是这样坐吃山空啊，我都快坐不住了。我知道最近你很闷，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赚钱去做一个你不喜欢做的工作，这样子你做起来也不会开心啊。你就再耐心一点嘛，等过一阵子找到适合你的工作，然后那个工作又很有前途，可以作为长期发展的话，这样子不是比较好吗？妈妈，你怎么会来？把你们哦上便当来啦。谢谢阿妈。不用客气啦，啊，请你吃这个哦便当哦小 case 啦，晚上哦阿妈哦请你们吃大餐。阿妈，嗯。请客哦，嗯，你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？你不知道哦，我已经花了。